拯救你是我的使命。大家好，我是敢于挑战各种角色、敢于打破次元壁的王鹤棣。哎，哦，欢迎。我们都知道，古代的军队日常训练十分严苛，《史记》中就曾记载，士兵们方投石抄具，就是说士兵每日练习投掷石头和跳跃等技能。军中还会以各种方式选拔精锐士兵，成为锐士。锐士。这不瑞士在这儿呢，这是瑞士本瑞，这有一个瑞士。今天的训练项目叫做投石问路。投石问路，两队将轮流成为攻城队和守城队，攻城队15个沙包，守城队10个沙包。每轮游戏都由攻城队率先投掷，沙包投到的区域会升起支撑杆，随后由守城队进行防守，守城队的沙包投到的区域支撑杆收回。两队投掷完成后，攻城队将利用剩余的支撑杆爬到墙顶，摘下旗帜，最终总用时较短的队伍获胜。获胜组中用时最短的人可以获得一块线索玉佩。明白了，请大家穿上威亚服在里面，让我们玩的时候有个保护。好，护膝跟护肘一定要戴上啊！我的妈呀！天哪！现在大家走路都是外八字，这一会儿功夫。再过两年我们都成这样了，我跟你讲，确实有点太紧了。哎呀，为大家科普一下，古装戏里面这叫拳网，拳网是做高难度动作的时候穿，我们一般都用半网。对，在这个保护的好。对对对，是这更安全，但是这一趴可能得给我们披瘦一点，因为有很多的流言蜚语会到我们的身上来。沙哥才是唯一没有变化的人，甚至很自然，而且你看走路咱也不像他们的呀，平常就这么走，适应了是吧，融为一体。所以两队现在决定你们哪队先是攻城队，那另一队就是守城队，他们攻吧。行我们攻、有没有问过我们队的意见啊？这么轻松的就决定了，就这么随意，就这么随意。您有问过我们的心情吗？今天确实时间紧迫，不需要问。没事，你们就先来吧，反正都要再交替的嘛，一样的。你看导演，你看导演说了，先来吧，先来吧，先来吧。咱们分点战术吧，一人三个。我觉得就是打九啊、八呀、9、8、7都行，七呀、都可以。尽量这三个，中间那三个吧，好像想打哪儿就能打哪儿似的。哎，但这样很不公平，我们打九，他一打我们的九没了，那根本上不去。所以是这样啊，你可以在九上打十颗球，对，你底下都打满。我把你们打满，来吧，来吧。你得粘到上面才算。来吧，来吧，先感受一下，先感受一下。OK， 可以，至少没拖吧。试一下九啊。哇，漂亮。来个六是不是好一点？高一点那排的六。七也行是吧？可以。这仨有什么必要吗？需要你们的意见吗 ？OK，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可以。那我来。这是六。哇，可以。这个算什么？这不算。拖把了，就没了。无效。哇，还是七。哎。这个厉害，可以，哎，多了，哇，哎，这可以，哇，我们要保一下下面的，对对，那个六真的得有，六是吧？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这太远了吧？劈叉劈那边去了，你在上面做平板支撑，劈叉。
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还一颗我们往哪儿放？我又可以保一个四哥。OK， 来吧，给我们出杆。他们有几个球？十个。那我们肯定上不去啊。肯定是能重复呀。肯定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结局。咱们只要把下边这两个打完就完事儿了。你这三个啊，来吧，你先来。哎呀，漂亮！收了，收了一个。再把下边这个下面那个去掉啊。去掉。哎，好走。没了。我就说下面得多保一点，不然你都没上去。再来哪个？上面那个。上面有两个哎，上面两个把中间这个打掉，他把那两个再打了，咱们就上不去。那俩能留一个，或许还有希望。哎呀哎呀哎呀！那我试试吧。呆，我去！呆，我去！我去！这是不是违规了？不能这样。这回哪儿违规了？我们给你打气呢，我这给你加油。撒气，撒气！哎呀，哎呀！哎，哎呀妈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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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个。那两个中间的呀。啊！要把七打掉比较好。哪个？这个七七。试试啊！快！哇！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太难了，这得怎么荡过去啊？这个没得玩了。你看一个人的身高就到这，然后那三格你都摸不到的。跳一下，你试试吧。那我来吧。你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哦，我知道了，陈哥。哎。从这儿到那儿不可能，但从这儿到那儿可能。对，我只能从这儿走。对，说不定我那颗六就是制胜球。这可以刮这些，我们可以爬这些。这一看玩过攀岩，啊，对吧？我试试。你可以怼它进去，然后爬这个洞，对吧？好，侯明浩，请准备。我去！哦，哇！哇！脚踩的那个对，哇！哇！哇！你应该能成功！哇！你不愧姓侯啊！你应该能成功。成功了，有时间限制，快快快快，成功了，成功了，哇哇哇哇，哇，惊啊！范丞丞，范丞丞，范丞丞，范丞范丞丞，范丞丞。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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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有何关系？人家姓侯，你的饭你不能白吃。我他是怎么上的去第一条？跳用跳的吗？扣哦，扣那个扣对吧？范丞丞，范丞丞，这腿已经开始软了。你是想上还是不想上？可以吧？来吧，陈哥。陈哥，说实话啊。我如果没上去还行，但是你啊没上去，内讧了，开始已经开始内讧了。这人现在给自己打圆场都打成这样了，你这年轻的不往上上，还让忽悠老头往上怎么也得留一个帅点的画面。
关键我真的我体重太大了。哎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这绝对经受过刺客的训练。哇！看着我脚都在使劲儿。加油加油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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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撑起来，撑起来，撑起来！加油加油加油！哇！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上去了。啊！哎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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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很厉害了，还说自己不是刺客，还能上去都是厉害。来路请准备，来吧，白鹿你肯定可以的。不用棍儿哎，这个杆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你是在攀岩吗？就用动就可以了。慢点，慢点，慢点！你踩住，踩住，那个脚踩住，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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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往起站，脚的脚，另外一个脚的支撑点，站，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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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着那洞里能不动吗？哇，成功了！换脚，对。哎呀，我的衣服都烂了！那个脚，那个脚踩一下，对对对。哇！哎，骑着骑着，漂亮。白鹿都能行，我都已经蓄势待发了，我感觉我肯定也没问题了。哎呀，我两个大拇指快烂了，好痛啊！凯琪姐，你先上吧。我来下一个吧，因为我不想再看了。哎呀，高明啊！高明啊！急得粤语都出来了，高明啊！哎呀。上去边度，大佬？走走走走！放心即刻过海。我的袜子好黏啊！我的袜子！哇，这袜子好厉害！这袜子哪儿买的？是节目组给我的。哎，搞我搞唔掂。好黏哇！我太厉害了，上去了，上去了。谁？游戏，这咱们这个奔跑吧的导演。啊，我的头发！哇，好痛，好痛，救命！哇，刚才那一步是怎么实现的？哦，好轻松。哎，这是腿长啊，他还快呢。这个袜子，我跟你说，节目组的袜子不咋地。走，对，哇，让拿左手撑一下。啊，好。啊，哇，亮亮亮亮亮，范丞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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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丞丞肯定没问题，人女生都上去了。我可以上，我能上，但是我上就是笑柄。晨晨，你不脱鞋子啊？我不想把我的大拇指废掉。你大拇指其实那个洞真的容易很多哎。我四四的脚，咱俩的大拇指可能不是一个大拇指。等一下，四四的脚，你的大拇指能比这个洞还大？不是，
而且我那二拇指都更长一点，我一进去是俩，我插不开那么。那你就更应该用了，你的力道比别人强，两个钩子。哎，来吗？加油！窜一下，窜一下，可以，拽住了就行。你双手拽一下，双手拽一下。等会儿，等会儿，魏阳老师辣啊！魏阳老师已经快把你的衣服扯掉了。魏阳老师现在都坐地上了，都已经。空中悬停，撑一下。哎呦喂！怎么那么丑陋呢？从后面看就跟线掉了个名牌。这雅观吗？不是，不叫雅观。先双手撑上去，然后用脚踩住。对对对对对。然后用脚踩住。你试一下松手，你看你还在不在空中？别整个打开，你享受这一刻。我的，我这刚刚喘呼吸了。哇塞，有点高。踩上去，踩上去。是，好，等会儿啊，姐。你要不把那个袖套扔下来？这是缝的。不是，不是，哎，这我要求太宽了。哎呀，放手，我够不上骑。哎呀，哇！全程用时4分02秒，恭喜。恭喜什么恭喜？接下来我们双方互换，来吧，咱们来来来来来，咱是多少个？工程队依然是15颗球，守城队10颗球，一样。怎么扔呢？我觉得就集中一点，不让他左右。对，行，咱们就按中间三条。你来，你近一点。往下，走开，别近身啊。好，哎，那球飞挺远，对吧？哎呦，好，可以，漂亮，好球，好准，呀，六，他全连起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咱们10个球只打6以下就可以了，就6以下全打掉。OK， 上面不要了。滚！耶！太残忍了吧？这不跟他们差不多吗？我们上面还好走一点。他们把这全打完，咱们扔上去？不知道吗？就只能抠了，一定可以抠了。云瑞，你先开条路 ，OK 了。好轻松，哎呀！哇！飞檐走壁。
可以可以可以。我我我可以可以可以，根本不需要扣动，我踩到裙子了，小心啊！哇哇，这年轻人，我的妈呀，还可以，用时29秒，恭喜。29秒是目前最快的一位。开始了吗？结束了。应该你们所有人加起来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吧？我来了。呵，使一点劲儿就够上面那个了。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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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心，小心，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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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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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好，抓住了，抓住了，对，左边那个棍可以用力，左脚踩，左脚，左脚踩棍，好，对对对，加油，右脚，右脚的棍，右脚踩棍，他只要到了劲儿就很好上，对对对对，好。上面留的太好了，对，上面真的，对，好，哇，这个，给点劲儿，给点劲儿，对，他们这太好爬了，对，他们的非常好爬，你别掉进，哎呦，哎呦，这是球，哎，哎。哇，加油加油，喂，你怎么还能踩球呢，哥，哇，那个球真的可以踩，哇，沙哥，哇，沙哥，哇，沙哥好厉害，哎呀，夏天啊，效果不行，什么玩意儿，效果不行，沙哥用时40秒，我用时4分钟，以后管我叫范爹得了，我这好高啊，哇，好痛，这么痛，好痛，加油加油，不行不行，你还是脚还是得在那洞里，哇哇哇哇啊，你扣一下，他都把这手连住了，深深发出了平时唱歌音域以外的音，脚疼，大脚趾头疼，哇，厉害厉害厉害，呵，厉害，哎呀，好痛，程程啊，这一趴剪完呢，你自己，我跟你讲，你看不看这期节目？我当然看，就这一趴游戏，我自己一个人站了5分钟，我能不看吗？我看凯哥那个充满压力的背影，他要创造的是奇迹。凯哥在想最帅气的方式，他现在在想他能怎么一脚蹬上去。凯哥，对呀，啊，凌波微步。喂，漂亮漂亮，好，凯哥加油，漂亮漂亮，哇，哦，袖子，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夹上了，袖子，袖子，想象当中的自己和实际上的自己是不一样的，袖子，袖子跟袖
你撑一下右手，把袖子拿出来。好好好，好好好。哎，凯哥到高塔为止，真的非常的帅气。哎，又是跟公主，哎，又是跟公主。谁设计的衣服啊？第一组工程队用时9分29秒，第二组用时4分22秒。恭喜凯哥在获胜组中用时最短，请来领取你的玉佩。Mr. Kai， 你这么努力，你是金科吗？刺客联盟的领导者。稍后，凯哥可以拿着这块玉佩去大街上打探代号为荆轲的使臣或者是统领的线索。其他各位大人，接下来，哎呀，我今天唱会不会太吵了？让我大醉一场，殿堂之上被现实两三张，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望大人们见谅，体贴的话我懂也不想装，世人寻黄金香，我找月亮，何必同往。耶、如梦哎，今天正在播出，还有他的《以爱为营》正在播出，大家记得看哟。嗯，那这只要因为呀、啊，我都唱了歌。你全是 OST 吗？我这两个。哦，宣传一下，宣传一下呢。哦，周深浅演唱《林安如梦》和《以爱为营》OST， 大家注意一定要就是头尾不能跳过哈。好，那提到开心，那就说这让爱挣扎，唱错词了。让泪挣扎。落下，老师这么不想听我唱，到底是咋回事？本来我们这支队伍呢是有8个人，但是周深同志现在在联合国代表我们团队发言。好牛啊！我们这队伍，我们这队伍出去了，上那儿护卫去了。很光荣。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就在昆明进行，当时我们的成员周深。也为这次大会献唱了主题曲《和光同春》。好厉害呀！他会你都唱 OST？ 哎呀，主题曲。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
谢谢。太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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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我都不敢过去了，你知道吗？太好听了！不是那个音乐老师，真的是唱的好的就放整段的，像我们都是伴手，是吧？还有一个，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挺好的。歌坛这碗饭吃不了。有头有尾，我们的都伴手。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哦，他们是一个队的。哇，如果你想换个颜色也是可以的。感谢节目组对一个老同志的照顾。老同志，我这唱歌不行了。带带你是不是？带带我呀！真的，刚才周深唱的时候，我一动都不敢动，怕打扰打扰他一点点的瑕疵。不会的，人家的基本功在这儿呢，你打扰不了。我很期待你们的人是谁？那我们俩，我们作为帅哥靓女组，不能再加人了啊！你们不是美女也送吗？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外援吧？虽然我和 baby 我们俩唱啊跳啊接家，但是我们也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有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只有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来到的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点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河、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晚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条纯洁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总是以为沉默之后就能抚平伤痕，以我变卖这错过的人，当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河、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晚突然醒来，像被命运叫醒了。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歌唱家周深。一般我都不唱歌，我也不会就是像郑恺先生一样带出这样的徒弟，不像郑恺先生一样唱整部歌剧，我都是大家唱完了然后我去结个尾，我都只会唱一首歌 Time to say goodbye、啊、好的，对，我也是刚刚唱完过来的。嗯，也要唱两句吗？表演一下吧，给大家。好、Time to say goodbye Paesi ser mori che hanno moi Non mi restino no più Io con te S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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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ì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对，年灯女开，来，看我来看。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你们是不在意伴奏的是吗？听伴奏，要听伴奏，听伴奏。完全不在意节奏，没人在意伴奏吗？我接上了，至少这个时候就不耳朵不要听伴奏。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但我是对上了，没有，我也没有对上，我这个团长不干了，我。来来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一下。对，面对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哎，这里的，哎呀，哎呀，找到黑洞了！我们的曾少年剧组，怎么回事？小疯子指挥那个正拍，那这应该什么拍啊？应该都挺快一点，立的立的啊，这里。那你接快点啊，你那我怎么接，你没按着调来。然后刚刚沙哥的节奏也错了啊，你也错了，太早了。对，早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嗯，对，听到没？哒哒哒哒哒哒，嗯，那来吧。哒哒哒哒哒哒，嗯，对，年真厉害，什么快了？哪有这么快？不是他这个给人呛了一下，你怕你这的有点多了。你们换你们洗好头。多了，看见这是一个什么团了吗？来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一下。可以可以吗？当当当当当当。对，面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你不在。哇！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哎，唱对了吧？对了，对了。太鸡贼了。我们是用了一个音乐的技巧，叫什么 ？Lay back，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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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故意让他的情绪更足了一点。这么老记性？你是从小就唱歌好听吗？好像是吧。几岁发现的？有吧。小学的时候吧。你有什么突然间？那你有学过音乐吗？大学的时候学。前面的没有学过，那你那时候很浪费哎，那些年。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我在想说，哎，要是我那个时候学，可能会更厉害。那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吧。为什么会有这段采访？当然有用的，因为我唱歌很紧张，我每次唱歌都很紧张。你紧张什么？你唱那么好。后来就是我的专业，我会很紧张。因为就是其他都能做不好，我觉得我尽力就行。那你这辈子有过那种唱歌的时候发现自己我当然有啊，音不对，有就生病的时候都会啊，都会。那怎么办呀？硬唱，没有办法的。那有没有人发现说哎他走音了？不可能有100%没问题的。他们还会发现你们走音，他们也好厉害呀。因为现在现场直播很多，
所以是人都会。你们不可以还音吗？我不太行这样了。还音是对我们的不尊重。看哪儿吧。你还加入？你唱歌好听吗？绝了。因为一般都是在看程程的戏。谢谢你。那你觉得纵横就是中国音乐圈谁你觉得跟你可以媲美？我觉得是我要努力跟他们去媲美吧。我还是一个还在努力跟偶像们啊。有点像采访。怎么这么多坑？你不会是发现了恐龙足迹吧？他本来就是了，向前辈学习。好厉害哦，好羡慕那种唱歌好。然后我说的话，我就向周深哥学习，就相当于向所有前辈的学习。我还不算是没有到你可以学习的前辈，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周深哥学习前辈，我学习周深哥。哎呀，谢谢周深老师，我们休息一下。哇，下雨了。听过这首歌。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和你？听过这个？什么歌？我真没听过，我听歌还蛮少的。哎呀，你的歌吗？传雄的歌，我听过周深哥老师挺多歌的呀。你没听过这个歌？这是他最出名的歌。你相信我，我看看这个叫啥名？冬天的秘密。我真没听过。啊？你放一下。这是我刚才唱的。好，别动啊。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人家是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哎呦，你听过这个歌啊？没听过，现学的。那你怎么会唱？现学的。你好厉害啊！段子音。这个秘密，温暖冬天，秋水遥遥而无期。这是什么唱的？好，那你唱。我只问那句，如果我说真的爱你。你好厉害，你听一遍就会唱了。你在干什么？你就是天生的那种音乐才子。我不是。干嘛去？还有个歌，还有个歌，你听听，那个就是落叶的位置。不出一首诗，时间在消失，你是我的关键词，可以吗，哥？干嘛？什么表情呢？落叶的位置，我的地消失，思念的尽消失。你是我的关键词。你咋了？这是一首歌。好难哦。歌曲就是很难哦。是啊，我承认。行吧，那我们就唱那个吧。还唱？我也听很多歌哎。我就是听很多歌啊，只不过我不会唱。你想你的歌我都听过。哇。我是得，对啊，多认真的搜索才会听过的歌。你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的歌我都听过，不是你所有的歌我都听过。你早该能听，不行，你随便唱一个，你我都能给你接上。你早该，我不想让你为难。我求你，我不会为难。你知道我有你的那个你们那年冠军的签名啊？你会看吗？看。哦。你不忙？我以为你们工作会很忙。就是闲暇之余有时间就看。正巧在播就看。我想说，我现在蔡文姬还蛮厉害的，我只要蔡文姬就是 MVP。关键不是我们带你们打呀，那你的角色是 ？Baby 姐还在跟人聊，带我。我觉得你来我这个队是别有用心呐。啊，那必须的，你以为？刚才是故意输的吧？啊，你以为？这一天换了三个颜色。谁不是呢，哥？我也是。哪一样？一天了，一分没得，真是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啊。我们真是有点幸运在身上、啊。你知道名字起得好，白鹿，真是一路平安。我们是一路平安队，这就是
的人生啊，不要太有期待，也不要太自负，平平淡淡你就会迎来最好的结果。是的，是的。为什么放这首歌？哎，陶醉了。哎呦，深深整活了，开始我们要听 live。 好牛啊，好牛啊，哇好高啊。还是没忍住，还是给他们凑了素材了。但凡咬牙忍两分钟，他就白放了这歌。勾引我的歌音，你刚才这两个高音好了，可以停了。素材够了，来下一首《大鱼》。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的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18岁。每答对一题积一分，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啊，太难了，随机的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了。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哦，是我们里边的谁的18岁？哦，是这个意思。这是老歌统一，就是报这二位的。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好猜好猜。那你应该是12年，我一样。如果觉得他还有可能打，我10年。你18岁是15。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4首歌里面挑选一首。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3首里再挑选一首。好，好，那18岁的歌，第一题，请出歌，来吧。快去。18岁的歌，第一题，请出歌，来吧。快去，快去。什么呀？去，出去！哎，李晨儿，哎，干嘛？快点，出去！哎，我是维持秩序的啊。他们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我们知道。那咋的呢？那咋的呢？知道。龙飞说，龙飞说，凯哥，这啥歌？走走，知道。给点提示，什么歌？知道。给点提示。给点提示，不放了吗？不放了，走。才放了2个音符。哎呀，回去吧，回去吧。你能听见？你能知道啊？ 我知道啊。来，你来。啊，走，我们队都走了。好了，我来了。宠爱 TFBOYS， 然后是卓璇的18岁。回答正确。Yeah! 你咋都没听说？咱是一个年代的。我好明白。我把这首歌唱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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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因为爱。啥也没听出来呀。第二题请出歌。马天宇。好，让你让你。马天宇该死温柔。对，是的。谁的18岁？是你的吧。说一个就行。他不是我们队。傅荣飞的18岁。错误。怎么可能是我呢？马天宇18岁，差不多吧。马天宇，该死的温柔。你刚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没有，我说是陈哥的。周深的18岁。回答错误。啊？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是个女生版的？
是他的，是他的吗？前面就是这一段。好，马天宇，该死的温柔，是 B 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哇，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让我心在痛在又在流，这难得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你这样，下次你抢第一个，我排你后。先抢再说。对，先抢了再说，咱自己补充。来，第三题，请听歌。先抢啊，抢，抢！但我真不知道人。啊，好熟啊，好熟！你先站那儿听。干什么？龙飞，你先站那儿听，还没上。哎呀，好熟啊！啊，不许继续，我知道。插队，插队，我后边去。我这带牌，我告诉你，带牌，我滴滴带牌回来。你这知道？你这公厕所啊，在这儿。拒绝黄牛啊！听都没听过，电视剧的歌啥呀？啥呀？我不能告诉你吧？我要告诉 baby。咱俩他是别的队的，他是别的队的。何哥，请回答。跟你。我真不知道啊，我错了。没够，我不太记得歌手名。北极星的眼泪，北极星的眼泪，凉。排队排队，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男偶，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儿来来，你排凉。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凉了。凉凉也是。张栋梁，哦，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张栋梁，谁的十八岁呢？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导演。你就说我吧 ，baby 的十八岁。错误。啊，错误。再见，大凯哥。下去，下去。再见，下去。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周深的十八岁。错误。哎呀，我还没生呢，那个时候。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为什么是哭腔啊？白鹿的十八岁。错误。我跟白鹿是一个年。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傅龙飞的十八岁。回答正确。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演唱。没法玩了，能不能把周深开除？我来帮一下你们吧，我给你提答。你再回答，我就给你扔湖里。好，我没事，我可以变成大鱼。第四题，请出歌。我先给你们排着。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这个不行，这前奏听不出来。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啊！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咱猜年龄就成了吗？听他说歌名，这歌有点小众啊。我知道。这人唱歌的人是谁？龚琳娜，龚琳娜老师，法海你不懂爱，法海你不懂爱，法海你不懂爱，龚琳娜。等一下，是应该是，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排除是我，是我的，绝对不是你。白鹿，不，绝对不是，我觉得是他。卓璇，卓璇，回答错误。然后我猜，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法海你不懂爱，龚琳娜我的十八岁。错误。陈哥的十八岁。喂，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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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飞，谢谢龙飞。白鹿的十八岁。回答正确。谁的？白鹿。哦，十八岁。我刚说的是哦。什么都会呀、啊，盘点歌喉，绝了！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白鹿真的很爱唱歌，我作证。第五题，请出歌。哎呦，哎呀，这首歌最近很红的，就是我杨千嬅，凯哥的十八岁。回答正确。我们拼命的走向。
的。孙燕姿 ，Baby 姐的十八岁。回答正确。我发现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Baby 姐。回答正确。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黄丽玲，对，都是那十八岁。回答正确。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我的距离。收。白鹿，你是万年历对不对？哎呀，不公平，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的。来，下一题。好熟，很熟。先走过去，先去排个队。先排队。来来来来，请，请。啊，好熟啊，好熟，好熟。这啥歌？是首老歌。啊，好熟啊，好熟，好熟。哦，我是被你抽奖的，你抽鸟。哦哦哦！哎，你别走呀！我不记得原唱。我是囚鸟。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应该是囚鸟。这是谁唱的来的？这好多版本。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这是那个女生的版本。女的。那女的叫啥来着？给点提示，快点的。这一分都没有的这个。以前有些什么歌？陈慧珊。陈慧珊不是。囚鸟。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囚鸟。就跟我一个年代的。哎，你答得出来吗？答不出来我来。你排下去。后面都是我们的人。哦，那过来吧。囚鸟你不知道是谁。你瞎说一个也行啊。不知道啊，瞎说也说不出来了啊。想不起来了。彭羚，然后沙哥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哇！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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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羚。彭羚。彭羚哪记得？哇！六六六。六六六，真的六六六。谁的十八岁？你的十八岁。沙哥的。没法玩了，这比分太悬殊了。我听歌太专一了，只听周董，只听周董，真的太专一了。那下一首啊，哦哦，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我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啊啊你想想你十八岁时候的歌，还是很好听啊。哦，是那个电影的时候。对，不能说的秘密。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解？好，士气提起来了。歌手啊，九妹，歌手是不知道，这不属于我们的是吧？这个是沙哥的强项。九妹，歌手是黄鹤翔。哇，可以讲答案了。你别打，我没说，不代表我说错。李晨的十八岁。回答正确。哇。我不知道这个歌手，你俩不是一年的吗？一年，所以说他说我都一样。是李晨和沙溢的十八岁，恭喜蓝队在这个环节中获胜。他们那边有两个专业歌手。谁说的？我可不是专业歌手。我也不是专业歌手。我承认，我承认。我承认，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错了，我错了。来，我建议这听歌可以规划到才艺部分。你知道吗？我现在给你表演一个东西。知道这叫什么吗？躺赢。恭喜蓝队可以优先选择今天晚上要演唱的歌曲。
我觉得词儿不能太多，不能太多，难记。我们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好唱一点？一千零一个愿望。这个慢。我们一千零一个发片吧。发片。我们贯彻到底，已经改编好了，对吧？人家关键今天要没有发片这个词呢，我们也可以写进去啊。我们要写进去啊，我们一定要写进去，而且第一句一定就是要唱那个发片。好好好好好。来，请绿队做出你们的选择。去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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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两队的歌曲，各位成员，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新昌唐诗之路博物馆，它是为了集中展现新昌的诗词文化而建，这里也是我们今天任务环节中金银台的所在地。描述这一部分的72个诗词字块已经出现在了台子上，这也是你们今天获得字块的最后一次机会。而这一次的有缘人是一组人，两个。接下来的这项任务也将决定谁在指认有缘人的过程中拥有额外的票数，请来领取任务卡。我去，我来。我们最后一个任务是蒙眼撕名牌。什么？什么？蒙眼。每组派出一位成员在场地中蒙眼就位，通过声音判断其他成员的位置，并撕掉他人的名牌。怎么这么多人？被撕掉名牌的成员淘汰离场，越晚淘汰得分越高。混战撕名牌，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第一个被淘汰的成员不得分，留到最后的一位可以得10分。那我们第一轮先由男生组进行，女生可以在旁边休息，同时品尝焕新升级的 MC 原味酸奶。今年 MC 焕新升级了基础原味酸奶，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用更健康、更美味、更有品质的酸奶回馈消费者。现在就请六位男生戴着眼罩前往瑶池中就位。这个游戏瑶池也没有什么成绩可言。狗子，三二一之后大象鼻子转5圈。啊？哦，还得转，还得转。我天哪！请准备，开始。一、二、三，挺晕的这样。四、五。哎呦！哇，绝了！哎呀！就是跟小兔崽似的。就不能往地上躺，我觉得躺上反而被容易被死。对，跑得好快呀、挺吓人的，我的妈呀、哎、你们是可以说话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
哎呦！就是哪里有声音，然后就去，哎，就来了。啊，你好适合演这个。太可怕！李晨现在就是那个最可怕的那个僵尸。抓到了，完了！谁？我陈哥！摸到了200斤的黑手！救命啊！救命啊！他俩结盟了，不会吧？我都感觉他俩不会结盟了吧？不是黑牛。他们在哪儿啊？对暗号了啊！自己踩到了。周深，还有一个你的盟友。
谢谢，请握手，请握手。不要，不要。你这，你这，你好像斑马精神病。你可以失态，但是不要变态，好吗？这一局周深得十分。我都已经成这样了，哥。你毁掉，这还能过吗？能能能。